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大学罗品。大家都怎么称呼你？苹果。那从剑潭站要怎么去文化大学？还骑摩托车。那最近一次跟谁告白？没有。那喜欢冰水还是温水？冰水。有用过 MSN 吗？有。文化最棒的东西是什么？美食。如果可以再选一次，会去哪一个大学？文化大学。一辈子不刷牙还是一辈子不洗头？一辈子不洗头。坐式马桶还是蹲式马桶？坐式马桶。现在住的宿舍还是家里？宿舍。对象像妈妈一样唠叨的人是谁？对象，月体。你现在的科系是什么？我是运教硕。那个科系的全名叫做？运动健康教育研究所。那它的英文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大学黄毛珍。在家里都穿什么？背心。会买什么生日礼物送教练？香水，因为慧姐的香水都喷很香。多久换一次床单？一个月。被劫机还是船被鲨鱼攻击？劫机。消防车的电话是？消防车？消防车的电话？19。报警的电话是？那你的手机号码是？不跟你说。那会想去宇宙旅行吗？想。日本还是韩国？日本。摩斯汉堡必吃什么？啊，我不吃摩斯汉堡。那你都吃什么？我吃麦当劳。麦当劳必点什么？外脆鸡。文化大学里面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牛肉干拌面。那要加辣吗？不要，我不吃辣。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大学王月琪。会带电脑去上课吗？不会。现在最想见面的人是谁？我妈妈。绰号是什么？小黑。为什么这个绰号？小黑。上学都穿什么？运动长裤，然后短袖。那球队里面的谁力气最大？浩宇姐。为什么？重量重很重。你书包里面一定会有什么？铅笔盒，然后手机、充电器。真的？最喜欢的颜色？黑色。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大学王宇。鞋子的 size？ 8号半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各读哪里？复兴、永仁。那喜欢汤面还是干面？汤面。紫色还是红色？不喜欢。苹果汁还是流程汁？苹果汁。多久敷一次面膜？2个礼拜。你想要被队长称赞很漂亮，还是被队长称赞性格很好？都称赞。你想要100公斤还是35公斤？35公斤。喜欢体育课吗？不喜欢。喜欢游泳课吗？不会游泳。那想要成为超强的女篮球员，还是进台积电上班？台积电。那洗澡洗到一半失火怎么办？灭火。那如果可以再选一次，你会去哪一个大学？文化大学。那最想跟哪一个艺人拍广告？ Lisa。 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大学郭宏婷。如果不在乎热量，最想吃什么？高度。会跟家人打篮球吗？不会。一周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会想做什么事情？滑手机。你的手机型号是12，12，12，12。那你跟谁，就是球队里面谁最好？球。你跟球最好。对，我跟球最好。耶、yeah. okay. 那你跟谁最不好？跟球也不太好。你觉得你空间感好吗？好。洗发精的牌子？台塑。全联还是家乐福？全联。有汽车驾照吗？汽车没有没有。那你机车驾照什么时候考到的？上礼拜。那你最喜欢的 LINE 贴图？粉色的小恐龙，很可爱。热炒店必点什么？我不去热炒店。那你比赛当天早餐会吃什么？不吃早餐。登峰造极 ，Why not me？ 科技好听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看到登峰造极。现在换我想你啊，什么时候换我上场？无法施舍是我向往，我用全力没人能挡，反正一波不再当我那样，不会懈怠，不当悲哀 until I die。 Make it shine, everybody be my side, hands up, right on my side、hey! Some real gram shit